来紧述龙哥他一生的心意点滴。好，我们一起雅兰姐。龙哥，我是雅兰，知道今天要来送你最后一程。昨天晚上脑海里都是你的影像，又看了叶天伦导演的脸书，陈述着你们相处的情感，更是让我夜不成眠。抱歉，今天我没有办法学习您到现场就丢本的功力，请容许我在你重要的时刻仔仔细细地把盛平告诉你的朋友。龙少华本名陈坤昌，龙少华是他自己取的艺名，他非常非常爱这个名字，我们都叫他龙哥。龙哥以《喇叭红》的悲喜曲、菜头梗的滋味获得金钟奖的肯定，以《党梁家之味》获得亚洲最佳男主角电视大奖。四十多年的演艺生涯，龙哥是歌手，是作家，也是综艺节目《我猜我猜我猜猜猜》第一任主持人，但是他最爱的角色是演员。大家透过他的表演跟他认识，但是我比较幸运，我跟他同一家经纪公司，所以我比大家更了解他一些些。他非常非常爱演戏，一天不演就焦虑，三天不拍戏他就在家里搬桌椅，不停不停地搬，搬到大嫂回到家以为走错家门。龙哥，你怎么这么高水啊，你怎么这么爱演戏？但是谢谢你这么爱演戏，让我有机会跟你合作。你知道跟你演戏那是一种震撼，是一种惊叹跟享受。你内心细腻的表演还有激动的情绪爆发都令我折服。其实龙哥演过的戏无数，任何角色在他诠释之下都是丝丝入扣，活灵活现。他深度地刻画了角色底层的细节，所以他演过的每一部戏都让人难忘。龙哥慷慨派也很细腻，在片场他总是细心着照顾有缘跟他认识的人。无论你的职位大小，无论你是台前或者是幕后，他总是很细心的照顾他们。他爱每一个人，他爱家人，他爱朋友，他爱搞超环，所以呢他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得很周到，他要圆满每个人对他的期望，他总是有做不完的人情，帮不完的忙，但他永远笑着说，一个人被需要就表示他有价值，这是值得珍惜的。难怪他的朋友五湖四海爱他的朋友那么多。龙哥有一点就是他的性子非常急，他永远都坐不住，到电影院看他的首映会都还没看完他就跑了。但没想到到另外一个世界，他也是选择这么出乎意料的方式。龙哥很爱漂亮，所以他要我们在记忆中留住他最帅气的身影。龙哥很率性，所以他才来去如风，潇洒的不想麻烦任何人。今天龙哥你最爱的朋友跟家人
与你告别，还有很多爱你的粉丝都透过各种方式表达他们对你的感情。我们真的很爱你，很想你。我们心目中最帅气、最真诚、永远的影帝龙少华，龙哥，现在我们要一起来看你的潇洒人生，好不好？这个时候，你一定会说出你的口头禅，好。让我们欢迎龙哥出场。做伙佚佗，做伙穿，做伙穿几家裤，所以讲唔知伊伫甲我当作我家己的小妹。唔是啦，我唔是你的小妹啦，我是恁的新妇啊。我是，总共一句啦，我袂用你娶你啦，了解无啦？小妹毕业过，赶快走，快乐出门啦，会晓未啊？我白挨下出去啦，你咩？三个很水，三个，不是叫我做你啊？我跟你谈好天，会邀请。我今仔日传股票来这是要开眼界，啊，我准备哦，无要落海啊。但是哦，看到你这妖气了哦，我咧想，惨惨，一点二个，忘拿咸水裤。无啊，你是什么一点二个，忘拿咸水裤？叫新妇啦。现在当教育医生，我要流动。你看，人家后生哦，生了我的将才将才，哇，真嫁到，我要三代夯罗烧烧烧，三代米皮卵，信不信？阿兄，阿你无讲我煞袂记。这个男子好阿谈啊，我看到你那叫我做小姨孙老师。你咪卖讲笑。你有听无啦？我讲迄世间的吼，鹿港人啦，讲话硬硬。你都爱讲几遍啊？我今仔日规工吼，敢若听你讲迄个世间的吼，唔知讲几遍啊？哎呦，快死人！快点来救！快快来！你先救！你放下！哇！Thank you.
少时间等待，等待有人会从尽头朝我走来。我只知道这阵雨是为在偶尔来，满怀期待走向未来。哦，我相信爱。也烦恼。
戏剧节目男主角奖得奖的是龙少华，开头捧的滋味，颠覆了过往常态性的表演方式，很精准地塑造出剧中人物的特殊性格。爽啊，真的爽，干了40年，年轻的时候到几年前还不够成熟，为了这个台湾最高殿堂梦寐以求的奖品得罪很多人，对不起，但现在我成熟了，我不会了。谢谢评审，真的感谢。今天果不然，我带了我的幸运物到现场来，也就是我女儿陈璇，站起来帮我谢谢评审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怎样叫我放不记初次的滋味，怎样叫我放不记熟悉的气味，在陪你到未去。